我有点紧张啊，但是我相信我的诚意应该可以打动他了。而且你戴两束应该 OK 的。OK 吗？好。哎，我还戴花环呢。对。而且我还多。青年会的衣服。对啊。OK。有诚意。告白的时间到啦！我带着我最大的诚意，跟着里长来到传说中的黑米公主的家哦。哇哦，果然是漂亮的卢凯公主啊！这个黑米树的用意就是定情之物。定情之物 ，OK， 就是你有看中的对象，你喜欢的一个，就是女孩子的话，你就是要带着我们的黑米，也就是到那个女方去，就是表示我的，就是跟她告白的意思，我要追求你，就是我喜欢你，对，所以我带着我的。如果她接受的时候，她就是表示 OK。就是试成交往，就试着交往，哎 ，OK， 也不是说嫁给你，试着交往，只是试着交往，对对，哇，你们以前就有在这种谈恋爱了，有，哇，布农族没有办法了，对啊，这是卢凯族的习俗，哦，哎，很美很美，对对，啊，他的原住民名字叫阿拉尤姆，阿拉尤姆，哎，拉尤姆，拉尤姆，拉尤姆，这样就好了 ，OK。他国语名字叫谭梦轩。梦轩，梦轩，可以给我一点表达爱意的时间吗？好，请。亲爱的黑米公主梦轩，等一下啊，你要跟他讲。好了，梦轩，马格金娘叔。我是来自台东的布农族，那今天很开心呢，可以来到多纳部落。认识像你这么漂亮的公主，今天呢，我带着最大的诚意，就是黑米树还有稻米树呢，希望让你知道，哎，我蛮喜欢你的这样子。那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黑米树跟稻米树。你认识不用急的决定，我可能要唱一首歌让他，对不对？好，吉他要不要？哦，不用吉他，不用吉他，清唱就好了。我就唱一首我自己写的情歌，好吧，唱给你听。不要离开我，那迷恋是金色金属。不要。果然，我唱歌还真的有加分作用。黑米公主看我的眼神，哇，变得好柔和啊。不要说再见，那迷恋是金。那美丽心三因素是我会想念你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转身。如果你愿意接受的黑米素的话，你就拍我的肩膀一下这样子哈。如果不愿意的话 ，OK， 没关系，不要勉强了。但是我台东的家的土地很多了哈，你自己慎选啦。我也算是地主了，在台东哈。好，三，哎，等，哎，我的存款也蛮多的哈，你慎选一下。我这几年闯荡歌坛也赚了不少钱哈。三，哎，等等，哎，我开的车也蛮好的，欧洲进口的车哈，所以哈，不是三轮车哦，好，现实要考量哦。